大家好，这是国立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整合管理基础线上课程的管理学部分，我是王志远。今天将为各位进行管理学的第二讲，决策。什么是决策呢？决策基本上它所指的是我们在多种可能的选择方案当中选择一个来进行的过程。举个例子来讲，例如像我今天要从台北到高雄，我有很多种不同的可能性。第一种，我可以搭 Aloha；第二种，我也可以搭自强号；第三种，我也可以选择搭高铁。如果我觉得高铁太贵的话，我也可以选择开着我的特斯拉下去，或者是我干脆骑着脚踏车慢慢下来。当然，如果我真的很有勇气的话，我也可以选择从台北走到高雄。现在问题出来了，我该选哪一种呢？哪一种才是所谓的正好的决策呢？在这里当中，我们就只想探讨的是来自于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决策，以及在不同的方式之下，我们要经历什么样子的一个决策过程。为什么在这里我们要谈决策？这就涉及到决策在管理学当中的地位。对于经理人来讲，米斯伯格曾经定义过，经理人他无时无刻在扮演着以下四种决策者的角色，分别是谈判者、创业者、资源分配者跟问题处理者。不管他扮演是哪一种角色，他始终都要下一个决定。举个例子来讲，现在我要跟我的客户买一个东西的时候，到底我要出多少钱，这个部分我就需要下这个决策。再来，现在有两种可能投资的机会，第一种稳稳的赚钱，但是他的获利比较少；第二种可能风险比较高，但是他潜在的报酬比较多，我到底要不要做下去呢？第三个又出来了，例如像我明天就要考试，我要考三科，可是我只剩下8个小时，我到底该把我的时间集中在英文、数学还是国文呢？这就是属于一种资源分配的议题。第四个是问题处理者的角色，问题处理者例如像我现在本来要去上学的，结果突然捷运坏了，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我要怎么去上学呢？还是我直接干脆打电话跟老师说，对不起，我今天要请假，这些东西都是所谓的决策，也是在管理者当中所必须要面对到的事情。再来，在我们前章当中提到管理功能的时候，曾经提过，对于管理者来讲，他所进行的活动基本上可以分成规划、组织、领导、控制等这些类别。但是不管是在规划、组织、领导、控制之下，它本身都涉及到我要怎么进行决策的议题。打一个比方来讲，现在我想筹组一个球队来在学校里面我们来打垒球，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出来了，我就要思考一下，我现在要组成的球队到底是属于是业余性质、玩票性质的，还是我要以比赛为主。当我要以玩票性质的时候，可能我可以知道很多的人，但是我可能就无法因为有很多的练习以及选择到很适当的人，导致于我可以常常拿到冠军。另一方面来讲，当我决定我的目标之后，我也要思考一下，我要怎么样子找到适当的人。例如像假设我的目标是想拿到全校垒球赛的冠军，但是我们系上的人大部分都是没有基础的，虽然我们有意愿，但是我们有这样子的能力的话，那我要怎么样子让这些人具备可以争冠的能力呢？如果要具备争冠能力的时候，可能我们都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来做练球的动作，有些人有课业的压力，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愿意多投入在球队上面一点，这个就是领导的问题。最后，我怎么知道我们现在距离我们的校际杯得冠这样子的水准的目标当中达成的程度？可能中间需要进行一些友谊赛来作为我们目前水准的一个检查，这个就是所谓控制的议题。现代人对于理性常常有着莫从的憧憬，在接下来我们相近介绍一下什么叫做理性决策，以及我们到底为什么需要做像这样子的决策。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以下的例子，我要新手机，这时候会有一些不大一样的选择，我可以选择我要买 Samsung， 我也可以选择我要买 LG 或者买小米，或者买苹果的手机，或者买 Sony 的手机，乃至于买宏达电的手机。那么到底我应该买哪一种呢？某些人可能会说，我比较喜欢苹果的手机，那是因为
它的外观比较可爱。也有的人告诉我们说，或许我应该买小米，因为小米可能比较便宜。也有人说我应该要买 Sony， 因为 Sony 的照相功能比较好。也有的人在告诉我说，对呀， Sony 的照相功能虽然不错，但是它的电池又比较差。再来呢，谈到电池完之后，可能又有想到说，其实在哪边保护也很重要的。所以小米的价格虽然亲民，但是它是在大陆的公司，会不会造成我保护上的困难呢？最后可能还有人告诉我说，这样子吧，你来买宏达电的手机吧，因为毕竟它是国货，我们要爱用国货，展现我们爱台湾的伟大情操。这个时候问题出来了，我问了六个人，六个人各自给我一些不大一样的建议，那么我到底要怎么选择才算是成为一个真正的理性的一个决策者呢？好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或许我们可以用以下的方式来进行。首先把我们候选的对象先列出来，再来把我们要评估看看说什么东西来帮助我决定是比较好的手机的一些要素，把它全部都列下来。再来呢，我们把这些要素当中它的一个我认为它的重要性当中可能再进行一些评比，把它的权数给放进来。最后再从每个面向当中，例如像价格、外观、电池的耐用性等等，把这些因素针对这些手机一一给予评分。评分完毕之后，我们把得到的分数乘以这个权数，到最后产生了一个结果。在这种情形之下，最高分的可能就是最适合的一个决策了。以这个例子来看的时候，例如像小米，它的价格比较好，苹果它的外观比较好，而宏达电比起来的时候，它的产地是在台湾，并且在台湾的情形之下，它的保护可能会更好。而 Sony 呢，它只有照相的功能会比较好。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一些差距依照它的重要性都算完之后，依照这张表，我们可能发现说得到的分数最后是以 Sony 的手机分数最高。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我选择购买 Sony 的手机的时候，代表的是我进行完我所谓这个理性决策的过程，并且成功的执行了这样子的过程。换言之，所有的理性决策过程基本上可以分成以下的步骤。第一个，首先我们来进行一个问题的确认，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下一些评估的标准，例如像我们刚刚所提到过的价格、照相功能、产地等等。再来，我们把每一项评估标准当中赋予它的重要性的权数，重要性越高的可能给予它最高的分数。第四个，我们把可能可以候选的一些对象，例如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苹果、小米、宏达电或者三星等等，把它列出来。再来呢，我们把这些东西当中每一个的手机当中它在每一个项目里面该得的分数给找出来之后，再来这种计算完毕之后，我们就以最高的那个东西当成是我们该选择的解决方案，并且实际的购买。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一次所谓的一个购买手机的决策。然而完成的决策可能并不只是在这个行为完成之后我们就结束了。例如像这一次我买了 Sony 的手机，是基于我刚之前那样子的评比，因为我特别重视照相功能，所以我才会选择 Sony 的手机。可是说不定到了后来，我突然发现在我使用 Sony 的这三年当中，我其实基本上根本就没有照几次的相，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照相功能对我来讲真的那么重要吗？还是我觉得说都没人说我的手机很漂亮，所以手机的外观比较重要。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我可能在下一次决策的时候，我们就会把照相功能的权重给向下降，而把外观的部分向上拉。所以呢，当这样子的决策过程，如果我们有进行所有的决策上的评估的时候，它也可以作为我们日后进行决策的一个参考依据。新的问题出来了，如果我们依照理性决策过程来进行决策的时候，它代表是我们真的可以产生比较好的决策吗？难道理性的决策真的会产生比较好的结果吗？事实上，这样子的想法可能是误解。虽然我们大家都觉得说人需要理性，但是理性强调的只是一种过程跟一个态度，它并不能够保证结果一定比较好。那什么才叫做真正的理性行为呢？好的，首先，理性决策的过程当中，它必须要构筑在三种前提之下。第一个，决策者的分析必须要是有清楚的脉络，并且也要有道理存在着的。第二个，我们需要决策的目标、这些问题的领域和可能的方向是非常的清楚。以及第三种，决策者本身他们有充足的资讯
并且他也有足够的能力来利用这些资讯进行分析。好，那么这样讲起来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一下以下这个例子。首先，理性决策来讲，它一定是指的是你是说这些决策者他在决策的过程当中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例如像我们以苗栗的石虎为例，某些经济发展的支持者主张我们应该让石虎直接在路上被撞撞就好了，因为为了保护石虎，让很多的地方不能开发，这是一件会有碍当地经济发展的事情。所以最理性的方式就是我们放弃对于石虎所有的保护，来认真的盖房子开发土地，让当地的人可以发大财。而另外一群人，他可能叫做环保人士或者保育人士，他们则认为说很抱歉，石虎全台湾只有苗栗有，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应该少进行一些开发，而留比较多的空间给石虎，因为石虎也需要生存空间。那么这两种人谁比较不理性呢？答案是两个人都理性，只是两边在进行决策的道理上面的时候，一边比较强调来自于对于经济影响的分析，而另外一边他所针对的目标是来自于对于环保或生态的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两种人他们可能都有进行所谓的理性分析，但是他们却可以导到一个不大一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目标的意思。好，什么叫做有清楚和合理的目标呢？大家都觉得说我们台湾的电力政策应该要做一些修正，一方面来讲我们希望台湾能够有足够的电，再来我们又希望台湾这边可以达到像节能减碳或者是说没有核废料这样子的现象。然而单纯谈我们要所谓的一个新的能源政策的时候，用这样子的目标来讲，实际上并无法帮助我们做决策。因为当我们要做扩充我们的电量的时候，可能在目前的一个绿能还不能够充分满足的情形之下，我们就有两种来源可能是主要的一个提高电量的方法。第一种是所谓的核能，可是呢，如果我们用了很多的核能的发电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日后的核废料污染，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换言之，有可能我们被核废料毒死。但是好的，如果我们今天不用核废料的话，那么我们改用火力发电厂，这个时候可能会被空气熏死。在这种情形之下，单纯一个目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新的能源政策，这样子的目标并不足以帮助我们去选择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许更细致一层的目标才能够让我们更清楚的现在我们在决策的时候所采用的标准是用哪种标准为主，也因此才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合理可行并且明确的一个结果。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该不该放台风假的这个案例。每次台风来的时候，县市首长就会很慌张，到底该不该放台风假。有时候气象预报说你该放了，而我不放，在这种情形之下我猜对了，第二天完全无风无雨的时候，别人可能就会把我封成省。可是如果我今天当过省，下一次我又觉得我要继续这样子的状况，虽然台风预报当中告诉我们的事情是说明天可能会刮大风下大雨，但我相信我的判断。结果判断完毕之后，搞不好小朋友们一开始因为没有放台风假跑来学校里面上课，但是上到一半的时候，县市政府突然发现说台风实在太大了，他们在外面待实在太可怜了，所以叫他们回家。这个时候万一这个首长在路上碰到这个小朋友的时候，跟那个小朋友说你怎么还不回家的时候，小朋友可能就会说我讨厌你，因为你猜错了。可是换一种角度来看，如果今天我这边放了台风假的时候，可能就会像这边的 case 一样，北北基达到了放台风假的标准，但是放完之后突然发现第二天预报有问题，所以大家都可以进去看电影或者逛街。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现在问题又出来了，到底该或不该放台风假呢？事实上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该不该放台风假应该有一种理性判断的决策。某些时候当碰到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很多人会说都是气象预报不够准确的原因，但是气象预报员真的可以100%完全预测到明天会不会刮大风下大雨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首先，气象预报本身只是一种几率的预测，几率就表示可能有或可能没有，而在事实发生的过程当中，这些90%的几率
那10%的几率并不能够代表到时候是不是下雨只下了90%或只下了10%这样子的概况，而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那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对于气象预报员来讲的时候，为什么你们不能够准确的把它预测出来呢？气象预报员只能扭曲的告诉你，对不起，我又不是神。气象预报本身只能够依据现在我所看得到的气象的资料，再加上我们目前对于气象变迁的一些理论来下推估。我们并不知道到了例如像明天的8点的时候真的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气象的状况，自然而然我无法轻易的准确的来达到预估的状况。所以换言之来讲，就气象预报而言，目前并无法达到这样准确的原因是来自于说气象预报员他们一方面没有充足的资讯，再来他也没有像神一般这样子的分析技术可以准确的预报出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并不能够说气象预报员并没有做到理性的分析，只是说在这样子的理性分析之下，这个理性分析并不能够确保一定达到比较好的一个结果。所以换言之，理性分析跟你是否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不见得是有完全一致的正相关的关系。在刚才放台风假的例子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到事实上我们很难可以收集到决策所需全部的资讯，并且有完整的能力来进行评估。并且如果我们再把决策的时间考虑进来的时候，我们将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就算我们有足够的资讯跟足够的能力，可能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去把答案求解出来。所以对于我们一般的人来讲，我们大部分所进行的决策是在有限理性的状况之下来进行的。我们把这样子的决策称之为有限理性决策。在有限理性决策之下的时候，我们并不会也没有办法去针对所有的可能的方案进行详细跟完整的评估，我们只能够利用我们手上所有的资源跟所有的知识来进行一些概算。当我发现到某一个答案在我们计算过程当中可以让我们觉得满意，我们很有可能就会停下来了，而不会再做更进一步的发掘之用。为什么会像这样子呢？因为更进一步的发掘之下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可能并没有能力就把它评估出来，再来在决策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有所谓的时间的限制，使得我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就找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接受的一个答案。像这种满意就好的概念是由学者希伯塞门在1960年代的时候所发展出来的。他就发现大部分的公司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并无法以穷举式的方式去列举所有的拟案并且加以评估，而会选择有限的方案当中完成之后就开始进行最后的决策。最后一个观念叫做承诺升高。刚才我们在谈决策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决策进行完毕之后，我们也需要去进行后续的一个评估，并且根据我们评估的决策的结果当中来进行决策的修正，或者是说我们是不是要直接停下来改换一个新的方向。可是由于承诺升高的现象会使得我们很容易的执着在我们已经既定的一个决策之下。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来看一看以下的两个例子。首先想象一下，你现在正打算追一个女生，追了一阵子之后好像这个女生并不大想理你，可是你却常常忍不住的会一路的想追下去。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呢？因为你觉得你已经投入了这么多，你实在很想继续的追逐下去，而且你不太愿意相信说对方是真的不喜欢你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你就犯了一个承诺升高的谬误。指的事情是说，对于决策者来讲，很有可能会因为过去的一些投入的一些资源跟精力，而使得他会倾向于把决策的结果导向于自己认为比较有利的一方。另外一个例子是例如像在电影当中《恐惧的总和》里面所列举出来的例子。在《恐惧的总和》当中，它的故事主要指的事情是美国跟苏联他们在以前冷战的时期当中，各自因为一个被劫走的一个飞弹，他们开始担心对方是否会动武。在美国这边来讲，因为担心俄国在这个时候因为刚换了一个领导者，他会很想利用这个战争的方式来帮自己建立权威，因此美国不小心的就提高了他的一个战备的水准。而俄罗斯新的首领，他看到了美国这样干的时候，他开始担心会不会如果我现在不跟着马上加上我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战备水准的话，会表示我是害怕美国的人，我是一个刚才接班的苏联的领袖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会不想让我的部署
看到我有示弱的反应，于是双方不但把战备的水准向下拉，并且也逐渐的把军队开始进行调度这样子的活动，直到后来有人发现是不是有犯了承诺升高这样子的一种判断的谬误，才逐渐的解除了这样子的一个危机。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未必会真的认真的来进行一些理性的盘算。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个例子：假设你今天是一个在后车的驾驶，然后呢，你前面有一台开得很慢的龟车，这个时候你看到了对向车道有另外一台车正在往你的方向这边开过来，你开始来思考一件事情：到底我该不该现在敢暂时的跨越到对向的车道，然后超越前车，然后并且不会被对向的这辆车子给撞到？在一般理性的决策之下的时候，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是，我们应该要去计算一下我们自己车子现在往前进的速度，我的前车它现在前进的速度，对向车子它往我这个方向开过来的速度，以及我和对向车子之间的距离到底是有多少？把这些东西都纳入到算计之后，再来决定一下说我到底要不要进行超车的行为。但是扪心自问，到底有多少人在超车的时候还有这样子的闲情逸致，把笔拿出来算一算数学，算完之后再来做超车的动作呢？我想这样子的人应该是不会存在着的。但是我们依然会有超车的行为，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用直觉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做决策。什么叫做直觉呢？直觉是一种让我们的个人经验、感觉和判断累积起来的一些决策的方式。在这样子的决策之下的时候，我们并不会进行一种刻意去进行的一些算计，而我们直接判断可以或不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我们的决策。这些直觉的由来基本上可以分成以下五种不大一样的来源。首先，第一种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决策，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我们如果碰到我们过去有经历过的事情的时候，我会以过去的经验来判断现在到底是可以做或者不可以做。例如像刚才超车的那样子的例子来看的时候，假设你过去曾经在某个速度之下撞到车子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比较知道这个情形之下你可能不能够闯过去。第二个是来自于感动或者情感之下而引发的一个决策。例如像假设你今天看到了一个小狗狗，可是你很害怕狗，所以你可能就会不敢向它的方向来前进。而你看到了一只猫，你可能喜欢猫，你就很愿意往它的方向来前进。在这种情形之下，你的直觉是依据你的感觉和情绪来做基础的。第三种是叫做以认知为基础的决策，它指的事情是说，对于一个人来讲，我们很多的时候可以通过不断的一个重复的练习，来让我们对于某些的事情当中有一个很直觉式的计算。以我们台湾的小朋友而言，很多小朋友都会背着212、224、236、248这样子的一种背法。当我们背久的时候，例如像现在有两个饮料我要买回家，每个饮料要20块的时候，总要付多少钱呢？我们可能很直觉的就会告诉大家说，这个要付40块。我们并没有认真的去思考，为什么20乘以2等于40，或者是用所谓的建构数学的方式，20加20这样子的方式计算下来，而我会直觉的说40，那是因为我们从小的背就乘法表的过程当中，已经让我们养成了一些直觉，直觉上知道这些简单的乘法当中，它的答案是什么。再来是一种潜意识的心理过程，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当中，它可能是用于潜意识当中的一些东西，来帮助我们在下意识的情形之下，我们自己也不自觉的情形之下而下的一些决策。这些决策当中，例如像是，我们可能潜意识当中会觉得我很害怕蟑螂，所以看到蟑螂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跑到厕所里面去。但是我并不会思考一件事情是说，我为什么要怕蟑螂？看到蟑螂之后，它是否真的要向我这边跑过来？我完全都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就会开始往厕所的方向冲，想躲起来。那是因为可能我在潜意识里面，我就已经养成了害怕蟑螂这样的一个习惯，也因此那个变成了我的一种直觉的反应。又或者是说，有一个球向你丢过来的时候，不管它是否会碰到你，你最直觉的反应都是摆出一个躲过去的姿势，这也是另外一种潜意识直觉的一种范例。最后是一个来自于价值观或者道德为基础的一个决策。
像这样子的决策当中，或许是来自于我们从小到大的一些价值观的训练当中而产生出来的一些基本的决策，例如像是可能说，一个男生，我们不可以跟中学生，我可能不跟小学生交往，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可是等到我们长大之后，搞不好我们未来娶到的另一半会是比我们小15岁以上的人，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那是一件错的事情了。会有像这样子的直觉的决策，是来自于我们的价值观或者我们的道德主张当中对我们产生的影响，而我们自己并不会明显的去考虑一下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差异。其实决策本身，除了它的制定方式可以被分成不同的类型之外，决策本身的问题属性也可以让我们把它们分成不同的类别。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叫做结构化的问题决策。结构化的问题决策指的是，在这个决策当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它本身对于决策者来讲，它是非常的熟悉，它本身的问题情境和目标非常的明确，并且很容易导出来一个结果的。像这样子的决策，我们把它称为叫做结构化的决策。例如，像是我们早上起来之后要怎么样子才可以出门呢？对于每个人来讲，他的答案可能很简单。第一个，我们要让自己弄得自己很干净。再来，第二个问题事情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出去的时候，让大家觉得我们是整整齐齐的。所以，通常来讲，我们可能一起床的时候会先去上厕所，然后刷牙、洗脸、换衣服等等。在这种情形之下，每天我要怎么出门这样子的问题情境，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结构化的问题；而解决这样子问题的决策，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结构化的决策。当然，这些决策的问题领域当中，它很有可能是不断的重复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例如，像是我们刚刚早上所说的，怎么样子在早上的时候可以准备出门呢？这样子的问题是我们每天早上会不断的重复都碰到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能就会发展出来一套所谓的程式化的解决方案。什么叫程式化的解决方案呢？指的是当我碰到这样子的问题领域的时候，我就采用一样的手法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回复到我们刚才怎么样子出门那个例子来讲，有的人可能觉得说，我每天早上应该要先上完厕所，再来刷牙洗脸。也有的人觉得说，我可能要刷牙洗脸完之后再来上厕所。但不管是哪一种，只要你决定好了你每天要做事情的方式，这个时候你就会把你碰到这样子问题之后，它的一个处理的方式，把它加以程式化的处理，让你每天可以有个一定的依循，不需要透过太多的脑袋就可以把这样子的任务完成。像这样子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程式化的决策。对于一个组织来讲，程式化的决策可以分成不大一样的样貌，而这些样貌当中也会涉及到它这个问题它的一个结构化的程度。首先，这些不断重复的结构程式化的决策，它可以分成三种类别。第一种，我们把它叫做程序。程序指的是管理者他用来处理结构化问题的一系列的步骤。通常来讲，我们可能会说标准作业程序 SOP。它所泛指的就是我该用什么样的动作跟步骤来把一个任务完成。例如，像我们搭公车的时候，首先第一步，我要先把我们的悠游卡拿出来；第二步，在司机前面的那个票卡机那边把它刷一下；第三步，开始走到车子里面。像这样子的一连串固定的步骤，我们可以把它叫成是一种标准作业程序。第二种呢，是来自于说问题本身。它的一个目标来讲的时候，虽然很明确，但是里面的细节的部分来讲，并没有那么样子的明确的情形之下的时候，换言之，它的结构化程度没有像程序所要处理的问题那么样的结构化的话，我们可能会用一种叫做规则的方式来进行。规则的方式可能指的事情是说，我们在碰到某个问题的时候，我有多大的一个裁量空间。例如，像是我可能会说，对学校来讲，学生如果作弊的话，我们可以给予他既小过到大过之间的处分，视情节的轻重来做判断。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当有学生他今天发生作弊行为的时候，作为学校的主管人员，他就有一个尺度和标准，让他知道说我该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来考量学生的一个犯错的原因和他的严重程度的大小，进而给予学生一个适当的处罚。第三种，我们把它叫做政策。政策来讲，它基本上算是对于一些事情发展的方向当中，它的一个概念性或者是指导方针性的一种设置。像这样子的情形，我们把它叫做是一种政策。
政策基本上它所代表的事情是说，决策者你应该考量的重点，它并非直接的列出来说到底你是该做而不该做。相当于说，像我们刚才在前面所介绍过的决策模型当中的时候，它的权重的部分，我们要判断什么事情比较重要，什么事情比较不重要，它的一个优先顺序。当我们并不明确的定义出来说，在什么优、什么先的情形之下的时候，我该怎么样来进行决策。再来，这些政策当中，通常会以比较模糊的方式来表达。例如像是我们在讲员工的一个守则的时候，可能后面都会加上一段其他主管交办的事项。利用像这样子的一些政策式的质地，来让主管阶层可以有一些弹性，来让员工可以做到弹性调度这样子的好处。所以换言之来讲，政策是最为不结构化的一种程式化的决策，而程序是最为结构化的一种程式化决策。事实上，这些程式化决策或者所谓的预设决策来讲，它可以跟另外一些所谓的并非程式化的决策，指的是不会重复发生的决策进行一些比较。一般来讲，这些程式化的决策或者预设决策，它通常所发生的地方是在较为低阶的层次当中，而低阶的决策里面来讲，通常也会有较为结构化的现象。这些程式化的决策，通常来讲是常常容易出现的，且不断重复，并且它的资讯较为取得，目标也较为明确。我们希望的事情是说，因为它本身的一个重复出现的一个频率，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快速的立即把它加以解决。也因此，我们会很着重在于是不是可以发展出来一些适当的程序、规则还有政策。另外，有些问题来讲，它是组织里面偶尔才碰到的。这类问题当中，通常而言，它具备非结构化的一些特色。负责需要去解决这样的问题的一个管理者，通常来讲是较为高阶的管理者。它出现的频率基本上并不会太常见，通常来讲，所面临到的也会是一些较新的议题。在这种情形之下，可以辅助这个决策进行的一些资讯，可能是较为模糊的、不完整的，甚至管理者他也不太容易取得。同样的，进行完这样的决策之后，我们到底要达成到什么样的目标？其实管理者可能本身他自己也不是非常的清楚。也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需要较长的时间来收集相关的资讯，进行分析，以便演绎出我到底该设定的目标是什么。也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很难去依照过往依循的程序、规则或者政策来行事。而我们比较在意的是来自于说，管理者本身他是否他的一些直觉判断，或者是说他是否可以有一些创意性的做法来达到决策的进行的行动。刚刚我们提到了，有些决策它可能是非结构化，并且不容易把它加以程式化来处理。那是因为这些决策通常来讲，它每次发展的现象不一样，也因此可能不是那么容易重复，或者是说它可能基于各式各样的因素，导致于它的目标并不是那么样的明确，使得管理者他很难用很直观的方式来进行。像这样子的决策，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称为叫做一种结果不可预期下的决策。这种所谓的结果不可预期性是来自于两个变数的影响。第一个，这些事情情境当中的影响性，它的一些确定性的状况。很多的时候，这些可能的选择方案来讲，当我们执行这个方案之后，可能预定的结果有可能并非都是已知的状况。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管理者可能就要面对到各种不同情境之下它的一种出现几率的一种权衡的做法。第二种是来自于风险的状况，在每种决策状况，它的后果、它的大小，我们真的都知道了吗？所以在各种可能情形之下，它的出现的几率不一样，并且它的一个后果可能不大一样的时候，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管理者的决策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才会使得很多的问题，管理者不可能用一种套装式的程式化的方法来加以进行，而必须要个别的进行较为精密复杂的一些计算，并且来找到一个他认为可能比较好的结果。尽管这样子的决策下去之后，不见得一定会得到比较好的结果。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来看一看以下的这个例子。到底不确定性的状况会怎么样子影响到我们的决策呢？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假设我们现在是 Visa 公司的一个行销经理，而我们要促销 Visa Card 有四种不同的策略，分别是策略一、策略二、策略三、策略四。
对于 Visa Card 来讲，它的竞争对手是 Mastercard， 它在这个地区来讲，它有三，它可能会有三种打算采取的促销行动，分别是竞争行动一、竞争行动二、竞争行动三。但是很遗憾的事情是说，对于 Visa 公司的行销经理，我们很难去判断我们的竞争对手 Mastercard 它采取的促销活动是哪一种。除此以外，在不同的一些促销行动之下的时候，我们的策略可能也会得到不大一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假设作为 Visa 公司的行销经理的我们并不知道这四种策略来讲它的成功几率到底是大还是小。我们只知道当我们进行了这样子一种所谓的一个策略出来的时候，碰到的对手的一个 counter strategy， 它的一个对应的策略不一样的话，它各自可能得到什么样的一种损利的状况。我们把这样子的损利状况可以发展成这张表，叫做报酬矩阵的方式，来让我们知道在不同的情境之下我们可能得到的报酬。它的意思指的事情是说，当我们 Visa 公司采取第一个策略的时候，假设我们的竞争对手 Master 它采取策略行动一的话，我们可以得到$130,000这样子的报酬。如果说在策略一的情形之下， Mastercard 采取了他们的策略行动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得到140,000的报酬。同样的，如果 Mastercard 它采取的竞争行动是第三种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得到$1,100,000的报酬，以此类推。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依据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来进行我们决策的一种估算。得到了这样的资讯之后，再一个新的问题又出来了，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下达我们的决策呢？好，让我们来看一看，如果我们今天是悲观者、乐观者的话，那么我们可能最简单的方式是我们来进行所谓的最大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能会选择4的策略。什么意思呢？好，就是说在这里来讲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采取策略一的话，我最大可能的报酬是所谓的$140,000。我采取策略二的时候，根据竞争对手不同的行动，在这些行动选择当中，我最大可能的报酬是$180,000。在我采取第三种策略的时候，我最大的报酬可能是$240,000，以及在第四种策略的情形之下，我最大的报酬是$280,000。基本上，我认为我很有机会，主观上面我认为很有机会去拿到较为高的报酬，并且我也很愿意为了这个高的报酬当中冒上最大的风险。所以我采取的做法可能是说，把我每一种策略当中所可能产生最佳的方案把它勾选起来，例如像这边是14，这边是18，这边是24，这边是28，在这四个可能的一个策略行动当中，我最大可能的报酬是28，所以我就选择28的这个项目，也就是策略四，作为我这一次打算进行的决策。像这样子，在每一个我的策略行动当中找到最好的一种可能性，选择这些最好可能性当中最大的可能性的部分来讲，就是我们在这边所写的所谓的最大利益极大化的这种策略决策的方式。第二种可能决策的原则是来自于说，在这么多的情形之下的时候，我会担心说搞不好我比较倒霉，所以我不会碰到最好的情境。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我可能会考量的东西是来自于说是我有没有可能确保到我最少可以获得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之下，我的选择方案是找出来这两个策略行动当中我最小的一种所谓的一个可能的获利，在这些最小的获利当中找到其中会有最大值。也就是说，在采用策略情形之下，即使碰到最悲观的情形，我会有最好的获利结果的策略，把这样子的策略作为是我选择的决策的方式。像这样子的方式，我们可以说叫做小中取大的一种悲观者的策略。什么意思呢？用这张图来看的话，在策略一的情形之下，我最坏的可能性我可以赚到$110,000。策略二的情形之下，我最坏的可能性是$90,000。这两个相比的时候，依据所谓的一个小中取大的原则，我可能会选择11，也就是策略一这样子的行为。但是现在有四种不大一样可能的策略拟案，所以我依然要把策略三跟策略四分别拉出来。结果我发现策略三最坏的情形是15，策略四最坏的情形是14。在这些最坏的情形之下，里面最大的值是15，所以对于我来讲，最好的一种选择策略是在策略三这样子的选择方案。除了像这样子的一种小中取大跟大中取小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选择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选择方式，是我们去用所谓的一种遗憾的方式来
来进行决策。遗憾可以把它形容成是一种，如果我今天怎么做的时候所承受的一种最大的风险，用这样子风险最小化的态度来进行找寻到对我们来讲最有利的一个政策。什么意思呢？好，首先要进行所谓的一种最悲观、风险最小化的一种决策的时候，我们要做出来的是一种决策。遗憾矩阵的分析模式，遗憾矩阵背后的精神其实指的是以少输为赢的概念。跟刚才大中取小或者小中取大的分析模式相较，遗憾矩阵的分析模式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我们分析思考的起点是不一样的。在前面大中取小跟小中取大的分析模式之下，我们首先思考的起始点是来自于我们自身采取的策略，再来思考各自的策略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它各自所可能面对的一个报酬。而在遗憾矩阵的分析模式之下的时候，我们的思考起始点会是来自于对手当中它的一个采取的竞争策略，或者换言之，也就是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境，以这个情境为思考点，再来计算出来说，在这个情境之下，我们采取不同方案的时候，可能会相对于在那个情境之下最大方案发生的情形之下的时候，我相对应上所损失的一个金额，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在这里面，在 Mastercard 采取行动一的情形之下的时候，我采取策略一的时候，我得到的遗憾值是11。而这个11所代表的意思事情是说，当 Mastercard 今天采取行动一的时候，如果我采取策略一，我得到的报酬是13；采取策略二，我得到的报酬是9；采取策略三，我得到的报酬是24；我采取策略四，我得到的报酬是18。在 Mastercard 采取策略一的一种情形之下的时候，我最大、最大、最好的结果是赚到24。那么，所以相较起来，当我采取策略一的时候，代表的事情是说，我的一个遗憾值，或者说我少赚的钱，就是24减13等于11。而我采取策略二的时候，我的一个遗憾值，也就是说我少赚到的钱，会是24减9等于15，以此类推，出现出来像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在经过这样子的计算之后，我可以得到的数字事情是说，在对方采取策略一、策略二、策略三的情形之下，我不同的一个策略之下，我的遗憾值分别如下所示。在这个情形之下的时候，我的下一步所要找出来的是，在不同的这些策略之下的话，我的一个最大遗憾值，在每一个采取每一个策略之下，我的最大遗憾值各自到底是多少？所以，当我采取策略一的时候，我的最大遗憾值会是17。也就是说，当我采取策略一的时候，我有可能，我最多可能少赚到的钱是17这么大；而在采取策略二的时候，我的最大遗憾值是15。也就是说，当我采取策略二的时候，我有可能最大的一个机会成本是15；而在策略三的时候，我最大的机会成本可能是13；在策略四的时候，我最大的机会成本可能是7。所以，基于最大遗憾最小化的原则，我应该选择的策略方案会是四，因为在四的情形之下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遗憾值是七，会是在所有最大遗憾值当中最小的一个数字。在前面的讨论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决策者他可能会采用不大一样的决策的模式和准则，例如像在刚才谈到过的，在面对不确定性的环境之下的时候，某些决策者可能会选择用乐观的大中取小的模式来进行分析，也有的人会采取比较偏向小中取大的悲观原则来进行分析。此外，也有的人会想把损失进行最小化的处理，所以采用遗憾矩阵这样子的一种分析模式。事实上，决策者在决策的过程当中，的确可能采用不大一样的一种思考模式。我们可以把这些思考模式分成两种。第一种，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直线型的决策者。对于这些直线型的决策者而言，他比较偏好去收集各种外部的资料，甚至是他所认为的客观的事实，并且他尝试的进行各种理性的一些分析的方式，然后进而来产生一些他可以据以行动的一些方案。另外，有些人他可能比较不大偏好这些外部资料的收集，以及说理性的分析模型，他比较着重在于个人的一些经验跟直觉和感觉，倾向于使用像这样子的一些东西来进行
较为直观式的一个决策。像这样子的决策者，我们可以形容说，他所采取的思考模式是采用直线型、非直线型的一种思考模式。事实上，不管直线型或者非直线性型，我们很难说哪一种是绝对的好，或者是绝对的不好。我们必须要看一看决策当下的一些情境来进行决定。此外，一个决策者这样子的决策模式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们也很难直接用结果来作为最后的一个判读，因为结果本身可能会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一个影响。我们很难去说你用理性或者直线型的思考模式就能够得到比较好的结果，或者非直线性型或者所谓的一种直觉式的思考模式就一定会得到比较坏的一种结果。另外还可以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则是来自于经验，特别是对于非直线性型的思考者来看的时候，这些决策者他们通常来讲会仰赖自己的直觉，而直觉本身构成直觉的因素之一就是来自于他们过往的一些经验。事实上，这些经验他们有助于帮助我们理清复杂、不确定性还有模棱两可的资讯，所以有时候对于管理者的决策来讲，对他的品质可能会造成相当好的效果。但是在某些时候，这些过往的经验它也有可能在我们分析和进行决策的时候造成偏差或者错误。事实上，不管我们采用有限理性型的思考模式，或者凭着较为非直线性型的这样子的直觉式的思考模式，我们都随时随地有可能在我们决策过程当中产生一些偏误跟误差。这些决策过程当中产生的偏误误差可以分成包括例如像是过度自信、立即满足、先入为主、选择性认知、自我巩固、框架影响、近期效应、代表事件、随机因素、沉没成本、自我中心以及马后炮这一类的一些决策偏误的来源。以下我们将一一的进行说明。首先是过度自信的偏差。过度自信的偏差通常来讲会跟决策者他的一个自信的程度跟他过去的经验有关。当决策者他自信心越高，或者是说他对于自己的能力认知越强，或者是他认为自己过去的一些经验够多的时候，他通常会因为这种过度自信的状况而使得他忽略掉了有一些较为悲观或者错误可能性的一个出现，进而产生一种过度自信的偏差。例如像是一个赌徒，他过去三四次当中的经验当中，他每一次去赌场都赢钱，所以他会认为说自己是一个被幸运之神所光顾的人，所以有可能当他进去赌场之后，在一两把输掉之后，他可能依然觉得这只是暂时的运气不佳，所以继续的压住下去，进而导致输大钱这样子的一种惨况。第二种叫做立即满足的偏差 ，immediate gratification bias 的部分，在这情形之下的时候，就概念上来讲的时候是说，就这些决策者来讲，他需要能够立即得到满足，而不大在乎他所投入的资金到底是多少，以及说可能所耗费的成本到底有多大。举个简单的例子来看，例如像是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现在马上让你拿走5块钱，第二种选择是如果你今天达成这个目标之后你可以拿走10块钱。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对于很多人来讲，他会去直觉上的先把这5块钱落袋为安就好了，而不会考虑说自己去拿到那10块钱到底有多大的一个困难性。说不定拿到10块钱的几率是90%这样子的几率，用期望值来算的时候，事实上透过理性决策的分析来看的时候，或许拿10块钱那样子的决策是一个较为合理的决策，因为我有90%的机会可以拿到那10块钱，所以我的期望值实际上是9块，远大于现在立即拿到的期望值是5块。但是当你发生立即满足偏差的时候，你就会选择这一个5块钱这样子一个较为报酬较低的一个决策。第三种叫做先入为主的一种决策的错误的观点。先入为主指的事情是说，决策者他过度依赖自己已经接触到的一些资讯跟定见，一旦他们形成这种定见之后，就会拒绝掉后来的一些资讯。例如像是一开始的时候，我碰到了某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人讲起话来非常的有条有理，所以我就开始觉得说这个人讲的话是值得相信的。但是很有可能当我碰到一个新的问题再问他的时候，这个问题本身就超出了这个人他的一个应有的一个知识的范畴。例如像我问一个经济学家，
的一些投资决策，我发现这个经济学家的投资决策都非常的可靠。可是我现在新的问题出现的是来自于跟医疗相关的一些问题，而我错误的把这一个经济专家当成的是万能的专家，也因此我相信了这一个经济专家他在医疗上面的各式各样的一个见解，尽管这些见解可能都是有值得质疑的，因为这个经济学专家可能并不具备这些医疗上面的一些专业知识，使得他下的决策跟我下的决策是一样的，都是一种所谓的一个市井小民所下的 layman's decision。第四种可能来自于的决策偏差叫做选择性认知的偏差。对于很多决策者来讲，我们通常会对于这些资讯产生一些选择性的过滤的道理，以至于说我们可能是用以偏概全的方式来下达到了我们最后一个应该得到的决策。他的意思指的事情是说，例如像是好，假设在政治上面来讲，我是国民党的信徒，在这种情形之下，可能我先天上面就会先觉得民进党可能是邪恶的，所以当民进党提出一个好的政策的时候，我依然会因为这种选择性的认知，而我去认为说，民进党提出来这个决策来讲，它可能本身它的好处可能都是假的，只有坏处是真的，进而产生这种所谓的一个选择性偏差的状况。第五种叫做所谓的一种 confirmation bias，自我巩固的偏差，它指的事情是说，我们会尽量的寻求跟自己经验吻合的资讯，而忽略掉了跟经验抵触相关的一些资讯，或者对于和我们看法不大一样的资讯当中，抱持着怀疑以及批判的一些态度。第六种叫做所谓的框架影响的偏差，框架影响的偏差指的事情是说，我可能会局限了某些看法，而排除了其他的一些意见。例如像是我一直觉得一个人他的一种聪明才智，会影响到他的一个考试成绩的好坏，所以我就开始觉得说，智商高的人成绩可能会比较高，而智商低的人成绩会比较差。但是我忽略掉了努力程度也会影响到一个人考试或者学习成绩的好坏。也因此，当我看到了一个学习成绩好的人，我就下意识的觉得说，这个人成绩一定是高的。也因此，我会觉得说，这个人的智商是高的情形之下，我就忽略掉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他的一个背后努力的一种成果。举个例子来讲，对于说所谓的一个创业者来讲的时候，我们常会看看说这个人的家庭背景。当一个人家庭背景比较好的时候，我可能会下意识的觉得说，他的一个成就是来自于自己家人和家庭财富当中给他的一个注意，而忽略掉了他可能私底下不做努力的过程当中，对于他现在创业成功的一个成果。在这种情形之下，就代表了事情是说，我们犯了框架影响偏差这样子的谬误。再来是所谓的一个近期效应的偏差，它所指的事情是说，我可能倾向于会用我最近得到的一些资讯来帮助我下判断，而忽略掉了这个资讯可能只是其中决策的资讯的一个部分。例如像是最近某个艺人，他可能因为出现了一个绯闻，使得我觉得这个艺人是一个不好的艺人，但是我可能忽略掉了他以前可能投入到了很多慈善的一些事业当中。因为对于我们人来讲，我们只会记得近期发生的事情，我会把过去的事情当中都给忘掉。也因此，对于很多人来讲，他会产生一种投过、身过、错、身就过这样子的一种公关策略。再来是代表事件偏差，我们可能在做决策的时候，会去找寻脉络类似的一些事件来做比邻，进而协助我们来进行判断。可是很多的时候，这些代表事件当中本质上面或许有着重大的差异。当我们选择这些代表事件的结果去处理的经验，来作为我新的事件当中该处理模式的一个参考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我们忽略掉这两个事情当中本身存在的重大的差异，而采用了错误的决策之道。举个例子来讲，在平地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跳1公尺。所以，当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大楼，我要逃生的时候，我看到这两个距离当中可能都是1公尺的范畴，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成功的跳过去。但是我忽略掉的一件事情是说，在平地上我跳跃的时候，我心理上是有安全感的。而在高空跳跃的时候，我觉得你是有恐惧感的，也因此有可能因为这样子的恐惧感，使得我无法跳到原先应有的距离。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形之下所产生的偏差，叫做一种代表事件的偏差；还有一种叫做随机因素的偏差，就是我们很想找出问题发生的原因，但是很有可能这个问题发生的原因本身就不存在着的。
举个例子来讲，例如像我今天突然生了一个病，这时候可能在怀疑说，我生这个病是因为我的生活习惯不好，我的饮食习惯不好等等，想从里面找出各式各样的因素来找出这个事情的归因。但是很有可能会得到这样子病的人，只是一个几率问题而已。当我的基因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的时候，有百分之多少的人就是会得到这样子的几率，并不是因为得到这样子的疾病，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错的事情才会造成这样子的疾病。当我去试图在这样子的一种因为几率而影响的事件之下，去想找出来事件发生的原因的时候，那我很有可能就会犯了随机因素的偏差。还有一个偏差叫做沉没成本的偏差，就是说，我们很有可能因为过往当中投入了很多的一个资源，而我会一直觉得说，现在这个决定当中，因为我投入这么多的资源，我一定要把它完成下去，而我忽略掉了是去计算一下说，投入这样子的成本下去完毕之后，当我今天要投入新的成本，我要花费多少新的成本才有可能达到我理想的一种成果？说不定我投入的成本虽然已经这么多了，但是如果要把那个事情做完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花费更高的成本，使得这件事情根本一点都不值得再被进行下去。例如像是我们在股票投资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好，在我原先买进这个东西的时候，当时我买进的市价是600多块，现在的市价当中只有30块，所以我一定要等想办法把我原先投入的600多块赚回来之后，我才能够脱手。可是我忽略掉的事情可能是来自于说是现在股票市场的前景已经改变了，这个公司它的一个经营的状况跟它产业的环境都发生了改变了，这个公司可能再也无法恢复到那600多块这样子的光景。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我持续的进行持有的时候，可能我一辈子永远无法脱手，甚至有可能会因为市况的改变或者公司经营状况的下滑而造成更大的一些损失。再来是所谓的自我中心的偏差，很多的人会觉得事情的成功是来自于自己的一个贡献，而事情的失败是来自于他人的贡献，也因此我们会有一味的争功，并且把失败往外推这样子的行为。最后一种是叫做马后炮的偏差，马后炮偏差指的事情是说，我们说早就知道会这样子了，但是事实上在事前的时候，因为我们本身就没那样子的资讯，所以我们很自然的会去犯到。找到一个下到一个对于目前来讲结果较为不利的一种决策，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叫做所谓的一种马后炮的偏差的偏差。好，听了那么多关于决策的一些概念，会不会觉得有些累呢？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个地方，请各位好好的休息，谢谢，再见。